管家中哦发生什么事啊，都很习惯了，都会跑到附近那个神庙那边去求神烧那些符水给我们喝，这样子。就轮到我妈妈，不幸就是犯了癌，得了癌症，到处去求，到处去拜，我母亲都没有十七十回生。上人有讲到，就是我们也要自己了，佛要自己去找。以前我过去就是那个心态，就是很苦啊，就是在求啊，我就提起那个正念，正知正念这样子，我就很积极的去，就是做这个慈善，每天就想到一人一善就远离灾难。